真正的贵妇，买鞋没有上限，没有 budget。有，接下来是朝贵妇方向。没有。对，我的鞋子啊，基本上是分成两种哦。另外，其中一种就是我会愿意花大钱去买下来，可是我喜欢留住的是经典，就他们那个牌子，每一个每双鞋的经典。对，像我脚上这双就是，人家想说女生一定要有双 Valentino， 就像女生有一定要有一个那个Chanel包包是一样的意思，或者是爱马仕包包。对，就是我觉得他们说女生还有珠宝一定要有一个 Harry Wilson。对，哪一种意思？银饰一定要有一个昆哈尔。讲不完了。那你看那双鞋多少钱？你会买？这一双小钟20000块我会买。那你猜它多少钱吗？20000。我猜差不多20000到30000之间。对，差不多。对，台湾大概30000出。对，那我刚才说有分成两种，另外一种就是我连牌子都不会有，非常非常便宜，200-300块的鞋子。因为我们平常拍戏啊，鞋子太容易穿坏了，绝对不可能穿这种鞋子去拍戏，所以那种鞋子就穿了就丢了的那种。对，可是这种鞋子我就会买自己很喜欢，然后经典的。就我来介绍一下，就除了这双 Valentino 鞋以外，就是这个是这双鞋也很有故事，它就是 Gucci 的踝靴。那为什么当初会想要买这双呢？我觉得女生露这个地方很漂亮，那要漂亮的，有的粗粗的，就是要避免。什么叫粗粗呢？对，粗粗有时候脚踝比较粗，她穿的话感觉会腿会更短，腿会更短。脚有的女生没有脚脖子，对，没有脚脖子的那一种。我又喜欢像那个 Valentino 这种鞋子，我喜欢有点铆钉的设计，所以当初才会买这一双。但它就是有一个很坎坷的小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就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出去外面，晚上喝酒或是去跟朋友 happy 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穿贵的鞋子。因为呢，后面已经变这样。我其中有一只脚被我另外一只脚踩破了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有，难怪我刚刚看到。但就是可能喝醉有点踉跄这样子，然后就踩到自己的鞋子，所以这双鞋大概只有穿第二次。可以踩破这样？对，就是我那时候已经不知道自己很。其实这个这样要踩到的几率很低，很低，对不对？反正觉得很可惜吗？你看，因为它前面很好看，它就是蛮有个性的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这双鞋看着极普通嘛。对，一双黑色的，很经典啊。对，可是它最经典、最好看的地方是它后面的锁头，漂亮。对，它就是它这个锁头的地方，应该大家看这个锁头就知道是什么牌子。我觉得这虽然很简单，可是我喜欢，它一定很好穿，很好穿。它就是它，因为它也没有到很高那种。就现在的鞋子好像都是那种中跟鞋，对，女生手才最中跟左右，中低跟。对。然后这一双就是，这也是经典，最经典的婚鞋。就女生结婚的时候，常常听到人家讲说啊。结婚就是这么大的好日子，不知道要穿什么鞋子，女生就会参加这一次了，对，买花大钱买一双好鞋，它就是最经典那种婚鞋 ，Jimmy Choo 这种鞋子，而且它有很多高度你可以选，对，而且它还有渐层的，它很漂亮，它不是只有单一一种颜色，它还有渐层上来的，美人鱼的那种系列的，对，也不一定要结婚呐，像我们这种不婚的也可以啊，对啊，穿出去，我也没有啊，我也还没有，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19啊，非常经典，就是你穿这双鞋出来就很有气势。就给自己一双，对，要满20岁啦，一样的，每一年都要有一个20岁以后啊，21岁也要啊，也可以穿啊，而且这家折扣很常打折，真的啊，你有常买？不会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去Outlet有时候常去那边，它的折扣都蛮多的。哦，你都先看有你的 size 哦。通常穿，那你是渐层的还是？出男生的吧？他有男鞋，有啊。喜好喜欢收藏高跟鞋，他喜欢你刚刚那个平底凉鞋，有珠宝的那个。他一直鼓吹买啊，对，买来送给他这样。他一直鼓吹你要买，看有没有43码的，43。有的话我会想要。他坐垫支架有。可是据我所知，通常这种经典款比较，经典款都不太会有折扣，当季流行款会有折扣。对，可是经典的很少。对，对。然后再有这双就是我喜欢它，很简单啦。其实我的鞋子其实它也很有名啊，大部分小店，就是都是，而且我很多黑鞋，其实都很像我的鞋子。我发现很多黑鞋，就是我很喜欢穿那种安全色的衣服，裸色啊那种，就是比较我不敢尝试太亮丽的颜色，所以我喜欢买这种安全的颜色。那它的鞋跟很特别，对，是这样子飞出去的，漂亮。对，然后我喜欢它外面这个地方，就很简单的让大家知道是这个牌子，可是又不会太花。对，这双我觉得也很经典。
然后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海君姐有一双的，我是红色的，都很喜气，一个红一个桃红，就是难得有一双红鞋，那我就挑了这个牌子的红鞋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它就是非常，也是一定就是这个牌子的经典款。蝴蝶结啊，金扣，而且我觉得你买鞋子买的对啊，没有，我买很久了。而且我觉得你买鞋子都买的很棒，因为你都很常穿，我看底都蛮脏的。对，有的鞋子都新鲜的，都完全买了就供在那边。他这个很是在说谁？没有，有些朋友，我有些朋友了。去宣传，通常都是高跟鞋放在袋子里，要上台上的时候，哎，那一刹那才穿上去，怎么样很珍惜，对，那么贵，对啊，会珍惜，我是一个好女人，真的。我觉得雨禾她投资的鞋真的都是很多的品牌的经典款，对，其实怎么样穿怎么样搭其实都不会有错。那我这边也推荐一些鞋款是它比较好穿也比较好搭的一些款式，比方说它就是很简单，厉害，这个红底鞋厉害，对，嗯。略懂是不是？你刚才那个 Jimmy 就是那个 Sex and City 他们最爱穿的啊。哦，你是为了这一集有去骨沟？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勾一下？除了半夜骨沟一下，好美哦！你穿好看哦，你穿真的好看，美啊！我是你男朋友，我就立刻买了，对，真的，而且真的好看。追他啊！你赶快答应他，手中都赶快倒出来，而且他们家的鞋很性感，包括脚背的这个地方的这一块 V 的线条，对，其实很有女人味，然后露一点点的指缝的感觉，是有性感的，很像女生的乳沟。哦，对，就是那样。因为有一些人那个沟那个指缝会露太长，露太多其实不好看，就太多，隐隐约约的反而是最刚好的，漂亮。对，那一样，因为他们家的跟啊。我们站好这样斜的吗？这一双真的，因为他家的跟其实都很细又很高，但是像这样子的高度算是比较好驾驭的。对对，然后另外的话也有这个，刚才你那一双有铆钉嘛？我上面有一个很算是的这个铆钉，在这个地方不得了。对，而且它的铆钉是大小颗的层次的，更有味道。我有发现我还蛮喜欢铆钉类的，比较酷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像铆钉啊、水钻就很适合你的。今天像这样子的一个穿搭，对，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，这个也好性感哦，很美，对，肤色，然后有一点点透视的效果，哦，这双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再加上上面的水钻。闪闪发亮的感觉，真的，这双也是。然后这个的话，就是完全穿上去透肤的视觉感，会让人家觉得你好像没有穿鞋子，可是你的脚闪闪发亮，好闪，我这边脚都好闪，很美，像这样的鞋子，好漂亮。Can take my eye off， 要换的也是脚真的。好，我们来试，真的好 bling 哦，好漂亮哦，上面的水钻真的是闪闪发亮，对，而且玻璃鞋透肤的感觉，其实隐隐约约透露出性感，完全侧面都看得到你的脚。脚的一个女性的线条很美，嗯，很有气质，像这样子的感觉。再来，我推荐一些平底鞋好了，因为我觉得今年的春夏很流行平底鞋。那当然，像这样子的草编鞋，对，好可爱。只要有用上了这种印花，春天的花卉，或者是这种 Morgan， 他们原本的这种。压花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很经典，而且穿起来也会显得很年轻。而且我看《爱的迫降》那女主角，她有穿类似那一双的鞋，这个花的，对，花的那一双，真的有做功课，有在追，你在追剧啊？你在，我有迫降到，我一直以为你只有追魔术哎，没想到追剧哎，连剧都有这么潮，都有，而且你看很细耶，对对对，真的很认真哎，真的。然后再来的这两双，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反差感的，因为其实今年的女生你也可以试着去穿看看，有一点点像男生感的这种皮鞋，但它比较特别是做像这一双是做的比较编织感，对，这样子完全的一个编织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一双，其实这几季都很流行厚底这种大底，像轮胎底像这样子的一个效果，可是它也是非主流那一种。哦，这种是文青的女生，我很喜欢，看起来像文。穿什么？搭个什么？其实我觉得上面很 lady 都 OK。对，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今年你也可以运用袜子去创造。对，它是一双黑色，可是你可以运用一些个性的袜子或有颜色去冲突。对，然后再去搭很优雅的，甚至是像我这样窄裙也可以。我来。对，可以哦。这一样就会很可爱。这一双很实穿。这好可爱。哇。
而且它旁边就是有做这个镂空的效果，所以如果你搭各式各样不同的袜子，就可以创造不一样的味道。哇，这个好可爱，太像穿袜子的好可爱哦。可是大家看起来有没有像那种很秀气的那种玛丽珍鞋的变形，然后变平底，然后有一点点个性的感觉？有，有一点。除了平底鞋之外啊，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凉鞋。像这样子的凉鞋，它就是比较像运动款的凉鞋，但是搭配了这种华丽的水晶在这个地方，去创造出这种反差感。我们可以试套看看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哦，这种凉鞋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穿，而且它又有水钻，更难穿。其实不会，就用个性的丹宁，明白？对，或者是用比较女性的这样子柔美的洋装，但是去让它反差，对，打破大家的印象。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穿搭的方式会比较好。好诶。